我现在自然光下面拍，因为本身柴烧的壶它窑变之后，表面是有一点亮亮的成分，但它实际不是那种很亮很亮的，灯光下有光的地方是亮的，然后配这个银色，就颜色就很搭配。我这边有一只包的铜，氧化之后就显得旧旧的、暗暗的，这个颜色如果配在这个上面的话，可能会不太好看。它本身就有落灰，有一些黑点点，然后配上这个一个点缀的话，整体还是比较协调好看的。